真是你们记者说什么？爸在发脾气了，大伙说话都小心，别触怒他哦。难怪他脸色比包青天还黑呀、啊。可不是，来少说两句吧，我们到厨房帮妈的忙，快闪快闪快去去。没关系，我一个人住。对不起，我看我还是回家好。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害羞，一点都没变？是吗？你该下车了。不，阿狗，我们好不容易又重逢，你怎么舍得叫我离开呢？哎，翠翠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！我很感激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感情，可是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是以前的翠翠，你还是以前的阿狗吗？不，我已经有了太太了。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喂，翠翠，喂，你别这样，哎，喂，你冷静点。你疯了！啊，你疯了！啊，你不下车，我下。喂，阿狗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阿狗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这里的地啊！喂，什么事啊？没事吧？你弄成这个样子的，你们怎么样？姐夫他没事，佛哥有事了。那个翠翠，他疯了！你看，他要抢我们的！你看。Thank you.